美好的一天从随意直接随到煎饼，感动的流眼泪开始。时隔2年半，终于又让我随到煎饼了，这把必须带队友吃一好吧。落地 S 城还是找龟先升3级，看是什么插件。说了半天终于3级了，本来以为要给我来个大的，没想到拉了说大了。兄弟们评价一下这三个，不玻璃心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虽然说开局就被喂了口奥利给，不过生活还是得过呢。这里听到楼上有动静，拉克讲了一看漏不漏。没反应，应该上到楼梯，卡斯也又落了一个，我们赶紧突击以防被前后夹。直接一个闪现闪到他头上，给对面打闷了。楼下马上过来了，铁王炮赶紧架。没子弹了，先换子弹。来了。直接全部拿下。这一铁王炮在打战台被探知到了，就开到上隔壁房间躲一下。没想到隔壁楼顶正好有个老爷火箭，直接给对面送货上门了。受不 了痛失明，那就来超级中心从头再来吧。现在大圆盘上处处把蛋蛋老爸，这波真的气晕了，两枪头不死，受不了，等级太低了。但现在饭已经吃完了，所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臭人机还敢摸我们状态，必须制裁。对面有意思，状态已经回上来，加上还有等级压制，正面贴很吃亏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按鸡蛋了，不管你是满级还是一级，除了爆破老灯都是一颗就饱。炸倒一个直接上，直接给我坐下。轻易晕的等级太低了，直接被大皮干喂饱了，还是现在找队友整点晶体吧。还有6级和9级的插件都是比较有用的，我们分别拿下天庭岛和夜宽泳。前面就在前面。有了等级后，最后可以进行专机淘汰了。火箭飞了。这里注意轰炸机半种炸倒了一个，应该是为了感谢咱上期让他也体验了一次淘汰王。炸了两个。他真的我裤子上期没白被炸。我们打倒一个队友一个，轰炸机一个，那就是倒3个。最后一个也是双拳男第4种含内嘎门。打完我说怎么没挑面对，原来是咱一开始打倒的火箭自救起来。六王我们就想跑太狡猾，必须制裁。火箭没补。补不到呀，他在底下打死。牛逼！周转队友的车继续出发。你不开车让我怎么出他？房顶。哇，埋汰完碎瓷弹道。打完铁炮师给我们蹲进站的队友被嘎崩了，那我把他救下来后带他回来报仇。两个，一个火箭。哇，直接一气呵成全部拿下。帮队友报完仇后进圈，在路上看到前面有两队在交火，那这现在我们就上光明顶切磨价。我操，武器大哥，还有个5级的极品，老大敌人四肢跳转能力，那就先突击他。5级你不要命了？这里有一个一处地点，哎呦被我打倒了。又来了一个没空没子弹的半枪，同时闪现规避子弹反打。记住位置，秋哥记住那个位置，秋哥。清完桥之后，敌人再把渔村这块的也抓了。血量不多。但是他有击杀，火箭看到没飞了。牛！打完开地图一看，没想到是1001的极品乔迁，那这把绝代千秋有意思。现在就不用抓人了，最好的安排就是开车带队友回光明顶站点搓吧。来车了！在这里搓这种路过的冤种敌人还是很舒服的。牛！牛！天了吧！不仅能冲过桥的，还能抽桥顶。中箭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光明顶一下就刷出去了，左边刷去了，我们别急着开大先帮队友把桥下敌人清一下，毕竟我们能上桥顶，他们不能。左边桥就有人，柱子那里看到没？红色柱子那边有人，咱先分个支兵，晚上吃多方便打药。右边这个时候脸上也来了两个，那就砍几面光先喂饱。这毒很痛，扛不了一点，放好子弹后赶紧闪现禁烟里面打药。左边有人，这个时候队友还被柱子那边的敌人架着，我们补完针后直接闪现过去把他突击了。你得过呀，你要毒死呀，你这样。有人架我，现在脸上敌人还毒蛇那么好，桥下敌人就全部清完了，无所谓，帮队友清出一片喘息的空间，我们就可以开他上桥顶了。就你在干啥呢？只有这个老爷队友被桥上敌人抽了，还被连打带补，真的是太没用了。那只能含泪变成全村的希望了。此时场上还剩下4个，还是个满编队，受不了，我们直接压力爆打。刚抽倒一个水鬼，就又来了个火箭，可惜都补不掉。这火箭。
哇，白可以给的对你火箭威胁一枚。最大的掉了。来桥下面瞅了一下，也没看到倒地的火箭，那就先封印把前面的毒石处理了。只有火箭才能上来。没空没子弹，保险起见，先放一下再上。毕竟我们这儿没有金叉 U 具，容易刮伤。有。直接极限拿下，满编倒两，还剩下两个都在桥下面。发毒了，补充完物之后，咱直接开大上桥底架他们一波。不过狡猾的实在是太稳了，一直躲在桥底下不出来。卡了一分九三，我都忍不住要掐鸡蛋了。对面终于出来了，哎，你可以给他埋里呀，他没有出来的。倒一个就是现在机会来了，直接上。还有结果这波闪倒了，被闪现的后腰制裁了。哎呀，气晕了，含了一下不。六六六六六。